又开始捣鼓枪车了。哎呀，爆了！哎呀，激动！昨天时间不够，只打了半个边，现在要打这一边的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又要开始捣鼓的一天了，今天不完工，明天也能完工了。今天完了，明天刚好出太阳，你可以晒一下。材料足的话，就可以完了。又估就估，这个都给我拿来了，还材料足，这个拿来垫子下面的，能用的都给你用上了。那必须的。两边是必须要一样的。我现在做这个横梁，这一条横梁必须是弧形的，弧形的横梁。所以呢，大家看一下，It's beautiful, 来。打梁，先打梁。好，它要在它的中心点。一个。那边有点歪，好，我先把这个梁给它打上去先。一颗，八，等一下，你要去用。OK。用螺丝刀，这个你这拉崩了它也不会掉下来，是吧？然后上这一块，是不是？是不是 beautiful night？ 这个我就不会上螺丝了，因为这个上螺丝不行。打胶。这个就是打胶，充分的利用这个胶水的技能，取下来打胶，开工大吉，是中心点啦。山的鸟儿成双。外面对齐了吗？诸葛灯开关，开关在后面，那个窗子比较有彩，那边啊这些窗子，大致刚才装的这个现在。装上去啊，就等一下，就把这边下去一格下来，现在已经都封了。好，现在就做半封门，封半起来，然后就打板 ，OK 了。好，门好了，边好了，缝好了，框好了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固定。好，现在做这个封板，看一下这个封板其实也不容易，每一块废材料，每一块都要细细的封。OK， 打不能蹦蹦蹦蹦蹦枪，蹦蹦蹦蹦蹦枪，废胶、废气、废物、废材料。OK， 来了。我用你的名字酿一杯苦酒。
这就好比忘情的牛肉面。放心吧，这个全部打的螺丝在上面，随后再用螺丝加固一下。Belt for night 很对，每次技术短了一截啊，我每次削的技术都不到家，那我也不想这样，实力不允许，没学过物理有什么办法？我开始总以为我读过物理书，原来小学都没毕业，又要讲出来的，多么尴尬。还整天把物理挂嘴边，你有学过吗？那是为了让教过我的老师让他们觉得自豪。这个地方要打钉子，光打胶就不稳，打满三层之后下面就可固定了。OK，这样子，你就是把这个车拆了，可能它都不会下去，它都不会掉了。这样子相当牢固，嗯，是吧？每一处都要用钉子，到后期加固。小六步在这里翻天都没事。那不行，我还是有点怕的。现在整车这边是流门的，这边是封起来不流门的。好。到时候这里再看一下啊，还会有很多东西，前后储物格是肯定要有的。好，现在这里呢，等待他那个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了。这个去岳父家已经搬了两次了，等下还要明天还要搬一回，干脆把它全部拿过来算了哈，是吧？很好，到时候。明天应该可以差不多收工了吧？明天应该可以大概收工了哈，就要铺垫子了是吧 ？OK， 好，今天先这样子啊，差不多完工了。这里、那里一排过去都已经不错了。二手车，报废车，哎，这个车是不开的啊，就是停在家里面的那一种，把它搞一下，自己考验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